国家重点保护的十位明星，为他们点赞。为钱学森，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，是我国具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，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双院士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。他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，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，享年98岁。第四位，邓稼先。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，中国杰出核物理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。邓稼先常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奋斗在祖国大西北地区，为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，被称为两弹元勋，享年62岁。